莲花山隧道，前方是莲花山二号隧道，看看中国的隧道啊，在山底下的，就在正前方啊。莲花山二号隧道，这工程一般的也不好整啊，看看啊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。祝你平安，哦，祝你平安，你永远都幸福，是我一生最大的心愿。这歌多少年了？都多少年没唱了？都忘记这个歌词了，不知道咋唱的了。祝你平安，生命诚可贵啊，爱情价更高，若为自由度，二者皆可抛啊。现在的文人没有这个气节了，像我们这些人也没有这个气节了，苟活在世上，生命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刚刚看到前方那个交通事故，对我的心理冲击还是蛮大的。生死就是一瞬间的事儿，所以说开车呀要注意安全。只有你安全了，你的家人才能有幸福的机会。你都翘了，谈何幸福？谈何自由啊？命都没了。自由，自由是建立在什么？建立在好多那个东西的基础上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达到一定的精神境界，达到一定的财富，达到一定的思维高度之后，再去思考。手工卷来到人世间，只有自由会找到那片，没有物质上的自由。
你是抽空权来到人世间，这样子也会找到那边来不顾一切，只有走出去了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我们会百家桌子百家放的田野，哇，这学到了之后你是抽空权来到人世间，会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，也不让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不要干那也不要干，不要干那也不要干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，他听见有点范儿一样，你是手空拳来到人世间，什么都没限制，有些东西是可以限制，那有些会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，限制太多了，交往过程是左倾还是右倾？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社会是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，逆势而为，不义之上必当之恶。为找到那片海，不顾一切，跨过了一座山，又来了一座大山。前方是什么？前方山莲花山一号隧道。人生嘛，就是要跨过一座山又一座山，跨过一座桥又一座桥。这山也太高了吧？是高啊，不单单是高又深，你看着没？又远。这个工程有时候也需要举国体制来干这种工程，也有好的一面，也有不好。好的一面就是说做这些东西基建上的统一协调，这个效率就非常高，做大事还是确实可以。你看这个隧道，我现在用行车记录仪在讲，到时候把这个行车记录仪这个视频我这剪辑一下，我就发到 YouTube。这隧道老长了，像两万五千里长征，红军过草地的时候，两万五千里长征，这个苦肯定是吃了很多苦，先人是吃了很多苦，先人的崇高理想确实都有，革命气节精神都有，但是走着走着呢，不知道有没有变，有没有跑偏。自由之精神，独立之思想，三民主义，孙文，孙先生，三民主义讲的。民主、民生，还有民权呐。忘了，以前读书的学，以前读书的学，我也都忘了。现在啊，这些东西有一些话题啊，都成为那个什么了，敏感话题，有一些字眼儿成为敏感字眼。反正我们都是小老百姓，臭屌丝，做点小生意，是吧？叫闲谈莫论国事。然而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这是什么？儒家的那个教育方式。那你读这个圣贤书有个屁用啊？也不闻窗外事，那不傻了吗？那不他妈井底之蛙吗？这不看着上面天鹅，反正看着天鹅是癞蛤蟆，完然后就流口水。不知道外面那个天鹅啊，反正觉得井水也挺那个凉快的，挺干净的，也挺好喝的，是吧？外面那个来个蛤蟆似的，外面的天更好。他不知道啊，这出不去啊，蹦不出去啊，癞蛤蟆，是吧？出不去，走不出来的固有思维，跳不出来的圈儿。
贼说那个毛驴拉磨，怎么说那个圈儿？毛驴拉磨，楼顶的就是那一片天儿，青蛙也是顶着那一片天。我们每个人如果不能走，不能习惯里路，不能读万卷书，也是走不出来那个天儿。天就那么大，看从这隧道一出来，看这个天就这么大，哎。越走越远，越走越远，这个天就大了，看见没有？人生啊，就是冲破一个一个山，冲破一个一个隧道，才能走向远方，才能到达终点。诗和远方就是这么好，但是眼前还有一些苟且，要我们面对。不是不克，不要面对眼前的苟且。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。这个叫什么歌来着？这谁唱的呢？许巍，哎，许巍的歌我很喜欢。许巍的歌，朴素的歌都是很有深度。还有崔健的歌也好，还有郑智化的歌也挺好。这些歌都是像我们大叔级别的，年轻人可能不喜欢听的。大叔，大叔啊，大叔已经老了，大叔已经没有什么奋斗精神了，没有那么激进的精神了。大叔是也曾经激进过，大叔也已经曾经激进过，大叔也当过愤青。但现在应该不叫愤怒青年了，顶多是个愤怒的大叔，已经被生活磨去了棱角，已经被社会现实压弯了腰。大叔已经不被这个社会待见了，除非你是钻石王老五那种大叔。苟且的活着，这种大叔，一般年轻人看着都是不爽，胡子拉碴的，油腻男，又矫情，又不修篇幅，大叔就是这种形象。但是大叔都曾经有一个信念啊，比如说崔永元大叔是吧？还有谁？还有那个王朔大叔是吧？还有谁？还有那个，这些人都是比较敢说的。敢说这些人的话，现在怎么说呢？这两年不太受待见，就是太能白活了，你知道吗？太能白活了，会危及到有些话说的太真实。就是说你当领导的那个意思，假设说你开了一个公司，比如说你开了一间公司，然后呢你就想把话语权交给自己，不想让下面的人再说来说去，你想压榨那个员工的那个最大剩余价值。然后呢，假设说有一个员工他知道老板这个总是他妈压榨剩余价值，说给我们的工资少了，待遇太差了是吧？这个员工比较醒目，他发现了这个状况，然后他把这个状况呢，就跟每位那个员工说了，他们之间就达成了一个群体之后呢，这个老板的生意就不好做，他就没办法从员工身上榨取最大剩余价值了。老板这里克扣工资，还是说什么这个条、这个规则不符合那个规则，什么这个组织不好，那个组织不好，他们之间达成了一个团体之后呢，下面的员工达成一个集体思想高度统一，这个领导的
吃不好整了。今年耕田到了，那就没办法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了。所以说呢，一般的领导就会分化下面的那些员工，是吧？把他们分化了，把他们的权力也要分化了，把他们下面的小领导权力也分化了，把下面的那些员工呢，也让他们尽量不能特别团结，就是说要使出一些招数。你假设说下面那些员工太团结了，是不是这个事儿真的是不好搞？但是有些公司又不一样，知道吧？你有些公司他老板比较敞亮的，他比较舍得那个把公司的盈利的利润呢多分配给员工一些，是吧？然后就把员工转化为利益共同体的，这个时候呢，也不见得这个公司做不好。大家假设说都成为公司的一份子之后呢，这个集思广益啊，这个有可能这个生产或者是销售啊，是吧，各种效率都会提升，因为它有一个主人翁意识，主人翁精神，他的那个角色就不单单是为公司在打工，他已经成为公司的一部分了，他认为这个公司就是我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公司有可能潜能就会爆发出很大的潜能，有可能就是说更厉害啊，像朝鲜那种，我说一下朝鲜，像朝鲜那种压制下面那个东西呢，它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上层它会获益，那底层它不一定获益。也会稳定，但是社会生产力未必能达到最大化。下面有些人有话不敢说，有事也不敢轻易做，他做错了搞不好他妈又被收拾了，是吧？有时候要放权，你做一个公司也要放权，你把那个公司管理什么那个销售你也干了，人事你也干了，那个财务你也干了，你啥事儿你都一个人干，能干得了吗？你能那么牛逼吗？你不能，你肯定要依赖那个下面优秀的员工来去搞。但是有些人他不是这样想，有些人他都想一把抓着搞家族企业，那也不行，这样的公司也做不大。假设说他能做大，也许他就踩到公司运了，他刚好他从事的行业好，他从事的行业好呢，有可能跟公司关系不一样，那他就留，那不一样。但是你假设说在一个自由市场直接来竞争，像这种企业，那肯定不行。垄断的优势化的自由市场，大家比拼的就是效率、价值，是吧？你的产品要好，价格要在非常优势，然后你的服务呢，也在同行上面有所优势。啥都没有，那只能垄断了吗？那叫什么蝎子粑粑？叫什么蝎子粑粑？独一份儿。我就卖他妈的一锤子买卖，要不然呢我就垄断，整个城市就我一家，你爱买不买，不买的话就撤资，买就没得买，是吧？那就是价格就不一样，就像以前是这样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我老爸买一台摩托车，买了个电视还是怎么？黑白电视那个，一台电视，我爸那个公司，我现在忘了，一个月还两个月，反正那个破黑白电视，还是个上海飞跃牌的，好像是40寸还行，不大点儿小电视。那一个电视，
多少钱？不是买的电视，租的，买的摩托车。我老爸呀，那个以前那个上班的时候没买电视，买的是摩托车。买的摩托车，然后他那个他是用了摩托车换了一台电视，我记得后面的就是他是换了一台电视，一物换物的那个时代。记错了，我小时候看的是一个飞跃牌的电视，好像是我爸养的一个，用他摩托车换的，后面我爸又买。那是物质匮乏的时候，所以说那时候买什么还要凭票的，垄断嘛，物质匮乏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商品社会，但是说是商品社会，实际上你说什么有些资源还是被垄断，垄断的才有利益最大化，利润最大化。崔永元现在也没声了，现在梁宏达也没声了，还有谁没声？好几个他妈没声，也不让人说话。以前看个电视，完了看个香港那个翡翠，不是看个香港那个凤凰卫视中文台。我记得那是什么年代，我刚来广州那时候，2000年，看这台节目挺好，啥都敢说。以前在内地根本就看不着这些节目，那不得放，也没有，完就天天放新闻联播。新闻联播他妈的就是一看就是幸福指数老高。习大夫问，然后到这边一看这节目，哇塞，这个整个广东的那个舆论的环境还挺好，就是什么南方都市啊，南方台都报一些那个社会时事问题，是吧？有些还敢说一些，挺好，解决一下百姓的问题。完那时候那个凤凰台，他就总是说一些。社会的实际现象，就是敢于揭露一些事情。结果他妈讲一讲，讲到结果眼上了，比如说讲锵锵三人行，窦文涛整那个，讲一讲，咔嚓，完了，黄山迎客松来了，讲一讲，咔嚓，迎客松来了，十分钟，这一段就是电视上就是十分钟迎客松。这给我看的，这烦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以前他妈没那么烦，我以前脾气也没那么暴躁。这他妈我正在看电视，看好好的，来一个钟了，这回好了，他妈的，天天我到那点儿，我看那个中午就看那个下班嘛，中午下班回家吃饭就看这个台，看一看迎客钟，看一看迎客钟，这一年365天，他妈看了300多天迎客钟，这给我烦的。本来还打算去那个黄山旅游一圈的，妈的，这一看这迎客松知道了，他妈天天看了，他就知道了，不去了。门票旅黄山那个旅游门票钱都省了。这歪脖树你知道吗？歪脖树你知道吗？那崇祯皇帝就他妈在歪脖树上吊死了，天天他妈演他妈的歪脖树，这烦死了。现在好了，没有了。现在这电视改变成那个有叫什么数码电视之后，这回更好了，压根就搜不着他妈凤凰台。上网上看我也没那功夫，现在后面就做生意了，就也那时候打工有功夫就搞。后面做生意了之后就没时间中午看电视，就不看了。现在反正现在岁数也大了。懒得看着玩那时事问题，你说看来看去的满身都是鸡血，也解决不了啥问题，也没人敢激活，是吧？
瞎嚷嚷，他妈的也不行。瞎嚷嚷说白了，现在 也等于是泼妇骂街，没有用，解决不了实质问题。好好赚钱吧，保重身体，多读书，多充实一下自己，少看那些他妈娱乐节目，嘻嘻哈，那都是麻痹自己，没有用，都是麻痹这些人，都是给那个给年轻人洗脑，让你们沉迷于酒色，自然你就颓废了。沉迷娱乐，你就没有上进心了；沉迷娱乐，你就没有思考的时间了。都去吃鸡，都去打王者荣耀，你哪里想什么什么社会问题？哪里想自己的人生？哪里会规划自己的未来？都玩去呗，歌舞升平，全中国的、全世界都可以玩，是吧？全世界都去玩抖音，全世界都去做直播歌。玩的呗，玩能创造价值吗？社会的价值实际上真是由生产力决定。玩能玩出什么东西？玩是消费，真正创造社会价值的是功能。这些才是实实在在的生产力。全社会都去玩股票期货，都去玩原油，没有生产力，可能吗？一切社会经济的基础都是先进生产力决定。吹牛没有用，动动嘴皮子世界第一有没有？真能世界第一？演戏可以演到世界第一，但是现实是很惨，演不到导演。演戏谁都会演，都发视频谁都会发，拿个摄像头对着摄像头，然后下面整个稿在念稿，谁不会呀？现在这个什么抖音快手这样的特别多，你知道吗？念呗，念完了完也有粉丝，这有啥意思啊？念啥东西呢？打鸡血、啊。当前路段限速实施，前方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周边车辆车道注意防红灯开路。要想社会进步，就要接受新鲜思想、先进思想、先进技术，而不是吹大炮，而不是搞娱乐。娱乐至死这种精神没有用，那叫要饭花的跳舞穷欢乐。当前路段限速实施，有些喷子就喜欢在网上喷，喷啥喷呢？你们他妈的都不是用那个匿名去开的账号，也没有实名制，你们又在外国，又在台湾，又什么港澳台，完然后你就在这喷，能喷出什么？我出去我也敢喷呢，没有用，知道吧？做实事儿，为国家做贡献。为自己做贡献，给我打一个钱，为家庭做贡献，才是为社会创造价值。喷的没有价值，要不要考虑给我打个钱？一会儿回去转给你，让我买个相框什么的，然后充个话费。喷子是没有未来的，喷子都是生活上不顺的才去喷，愤青愤世嫉俗。儿子，生死看淡，不就干。我是你爸爸。什么鬼、啊？过来。
开车不就是吗？你生死看大了，不就干光啊怼呗。首先你我生死看大了，看谁不爽就跟他干呗，就把他弄死了。这不都是这样式的吗？咱俩激进吗？冲动吗？面子非理性吗？儿啊，我是你亲爸爸，我说的做的都是为你好啊，你放心，我不会。这个地方好，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澎湃故里。哎呀，天天走这条路。生活要懒，胜利革命胜利。做人呢要厚道。推翻了国民党军阀。干活你别耍滑。对了，翻身得解放。学习雷锋那好榜样。还有我们今天学你爸，我爱谦让。走了，做好自己的事儿。这装修风格。对别人有人情味儿。跟吴京齐个色。这种品德你要随了我，嘿嘿，才不愧是我儿子。牢记使命。永远奋斗，初心是什么？儿子，初心是解放全人类。谢谢你听完了。结果呢？我话结果现在只能解放我自己就行。你小子给我记住了。不需要解放全人类。不早了。全人类人家都跟你不是一个民族的，人家为什么需要你来解放？快睡吧。别动。你等会儿。就像你一样，你像解放邻居。再来一个。嗯，那不是隔壁老王吗？解放邻居隔壁老王他妈多管闲事，妈打死还敢解放我，操！解放隔壁邻居的媳妇儿，那不是隔壁老王吗？所以说这些想解放别人的人不行，知道吗？解放自己就行了，把自己家这一亩三分地先种好了，先把这个菜园子，自己家菜园子种好了，先别生虫就完事儿了，还管别人家菜园子生没生虫？先把那个药撒到自己家园子上，这是最现实的。先让自己家菜种好了，别人知道了，哎，老王，你家菜园子菜种挺好啊，帮我怎么种的？帮我家姐姐告诉告诉我家方法，是吧？这叫口碑营销。你自己在这煽乎煽乎的，来我不煽乎的，来我帮你种菜，我帮你种啥？你自己家菜里让生虫，你帮谁种？所以说都是要以口碑营销为基础，知道吧？做生意就是的。请小心左侧有。